世权，披上大衣，来。白氏的那一对儿女，是你兄弟的，但他现在人在哪里？ 陈秘书，少爷，你现在派人去查一个叫做清水根的人。好。文春里，吉宅变凶宅，发现死尸，住户们纷纷要求退款，并状告荣氏商行。自消息播出。 荣定坤至今未曾露面。卖报了！卖报了！先生，买报吗？拿张报纸。先生，过来张报纸，谢谢。巡捕房请那位西医检验过尸体，说这人是被杀死的，可荣家不承认，说是仇家栽赃。早年呐，一个码头半数船装的都是荣家的大烟和军火，光卸船的伙计就百十个。 刘二小姐，您是不是真的被绑匪掳走过？他们要对你做什么吗？大哥，刘二小姐，请你回答我一下。刘二小姐，刘二小姐，刘二小姐，刘大少爷，刘大少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就不是扯胶卷这么简单了。 啊，是是是，滚！是。防盗的电网是白设吗？啊，这种人都能进来，下次仇家进来，是不是能把我们荣家杀得鸡犬不宁？大帅息怒，小的立刻去救。 那这事儿。
就让他这么糊弄过去了。横竖也是让荣家元气大伤了。荣家股票大跌，生意受损，可这钱也没有进你的口袋里啊。再说那荣定坤杀人夺产，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啊。早晚会知道的。冯小姐，肖小姐，今天是除夕，七爷在理查饭店包了桌酒席，等着你们去开席呢。好，走吧，宝莉。再见，再见，坐好，魏叔，辛苦你们了，再见，辛苦辛苦，再见，再会啊，下次再见，再会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好，老弟啊，大哥知道你有能力，现在虽然麻烦缠身，没关系，钱嘛，大家一起赚，多谢了，哎，走了，少爷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这就把车开过来。世权，披上大衣来。世权，新年快乐。七爷，嗯，送我回家吧，该回去了。想好怎么跟他们坦白了吗？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，迟早都要面对。七爷，姨母这边还麻烦你帮我多照顾几日，等我安排好之后我就接她回家住。好，放心。阿文，哎，去冯家。好。嘉盛，先生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